依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，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、极不平凡的五年。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特别是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我们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，开展抗击疫情、人民战争、总体战，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。面对香港局势动荡变化，我们依照宪法和基本法，有效实施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制权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。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 重大转折，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，我们坚决开展反分裂、反干涉重大斗争，展示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、反对台独的 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，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，创新军事战略指导，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，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，增加新域新址作战力量比重，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。